w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won't give it to you. 就是 watch， 看后面那个机车骑士有没有太夸张，好不好？这很重要。好酷、哦！哇，这红绿灯很长哦。天哪、啊，哎、欸，前面的机车骑士快疯掉了吧？哇！太精彩了！讲真心话，从他们脸上看到那个跳舞的快乐，
有没有？但每一个人哇，他们全副武力在唱在跳的时候啊，那叫做是一种投入，对，有没有看到脸上那个表情，那个 passion， 对他们 enjoy the game， yeah， 哇， amazing， 他们巧妙的运用了道具。我评审讲话了，来来来，严肃严肃，现在严肃了。一开始呢，他们戴着面具，他们用 popping 来带入一种很诡异的感觉，哎呦哇，诡异的氛围先带进来，哎，然后大家会 focus， 会聚焦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戴面具呢，除了诡异感之外。他们还可以让大家 focus 在他们舞蹈本身上面，舞蹈，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表情都太多，特别是郑妹老师，对，表情过多，对，哎，你好意思说人家表情？我表情比他更多，对耶，真的。那后面他又有一个高潮迭起的一个部分，用 locking 的部分有没有？后面变奏。有没有 locking？ 哇，讲得好专业。当然。这次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因为我们是早上的时候拍的，那其实每次红绿灯都只有35秒，要加进退场。那你们可以挑一个长一点的。可是我们需要那个后面的 hello 的场景，所以叫快闪呐。哦，对呀，因为有90几秒的。有啊，也有120秒的。对呀，35秒刚刚。我们可以去停车场啊。最难的部分应该是整个团队一起，就是我们要知道摄影大哥的位置，然后导演要给我们的时间，所以大家其实那天都是没有听到音乐，对，我们是带着 AirPods， 真的，对，我们想要模仿上班族，哎呦，平常在上班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老师从头到尾都没有音乐，对，他就是用郑妹老师帮他用唱的，其实我都是现场唱的，他直接对，而且要音感抛除什么，你知道吗？要把脸皮全部丢掉，要没有羞耻心。我们又不是来看你们跳舞的，在这里等龙。我要上班，你跳啥鬼啊？对啦，民众那么不能管他们的心情，因为其实我之前就是做过很多 cover， 一些韩国的舞蹈影片就是会直接 cover 他们的舞蹈，在现场做快闪。但是比起这一次，就是更难，因为其实后面那群人他们其实一直不断在给你压力，对，他内心的激动还看得出来。我要急着上班，你们还在那边。其实你心理压力会很大，而且你很怕，就是影响到别人。而且重点，他们讲说早上上班族有多不爽，起床没说的，那你还在那边很开心，在那边跳舞。大西洋时代 ，That's right， 这是 Young Lay。OK， 这位是 Julia。Okay, yes, sir. You ready for this? Let's go. Yeah.是谁吧？出现在歌房放弃那 ，Shout out to all my fans， 一遍又一遍，不能让我在你眼被喧管。Right, 下一张都还没下榜， What？ 下一张又准备上榜。Let's go， 我不需要多大的排场， yeah， 一样把大灯拍爆。不管你三分，我爬得太高，高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老子做的太久，这件排风有点歪掉。Oh。What's u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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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kay, okay. Yeah.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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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Young Lee, Young Lee. Yeah. 熟悉的 intro.杨丽是谁呀、啊？听都没听过，走到这才发现到底是什么比冠军奖金还让我心动。不好意思，小情节，希望你真的能理解。压力太大，喘不过气呀、啊。原唱就坐在对面，而且又是评委，所以还凭什么？问杨丽能走到这，到底凭什么？
陌生的讯息，挑战谁不该被淘汰，谁应该晋级。每一个都说我买榜，大哥你很屌吗？不然你来讲，怪节目怪评审口味太糟，他真的要怪就怪我趴着。太高，高处不胜寒，总知道我就在剪外一套，包装做的太久，椎间盘都有点歪掉。Let's go,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Let's go.